这些大楼哈，我们会附上登录器。对。那这些大楼新设，我们都已经有房设了哈。嗯。会依照风险等级来分批进行。那我们是采主动的，就是说我们消防局跟各位厂商哈，会主动联系大楼，然后安排时间来进行施作。那全案哈，会在六月底之前要提出申请的截止日期。那我们希望在七月中旬就可以全部完成，来改善我们这些大楼的一个消防设备。就针对全市的1233栋吗？对，20年以上了。但是这些大楼其实我们都清查过了，有缺失的，当然我们就会去给它补助，去给它安装。那有缺失的，目前有几栋？我们六以上的是749栋，但这些1233有缺失的话，我们可能这个会有资料，我们再请业务单位再给你一下。那会后再把这些相关资料，再提供给本局哈。是。那本局要了解，那我们这些补助的计划，它是受理到10月30号吗？就老旧大楼的黄某们修缮啊，跟迁我们是公务局的，黄某们要回归公务局，所以这一些就是属于公务局那边来做申请。整个全案是公务局跟消防局都有，它是没有全责分工，就是黄某们的区块是公务局的，我们是消防局设备。所以你们是针对所有的消防设备。对对。那这些消防设备就是到6月底6月30。补助三升车器的区块是申请到6月底，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项目就是检修申报的补助费用。检修申报的也是到8月底，到8月。好，那目前这些除了三升车器，就是有中钢公司，它也有提供，它也有提供一笔数量，就是三升车器的部分。那其余不足的呢？不足的是由光伏市消防局的。预算就是我们这个预算来就是这个预算对，所以中钢当初他全部补助多少？中钢补助是3000万，大概11万7000颗的助力器。3000万啊，是。好，所以我们针对除了中钢以外，那我们消防局的部分该编列的该来做整个来做检讨，一次把这些消防的一个疑虑把它。解决啊，把这些安全提升，这个才是我们消防局要积极要做的事。好，好，那也请消防局在会后再提供一些相关资料给本局。是，好，谢谢，请坐。好，那。